这就是电视机。这样了，有了这个以后呢，可以到中等城市、大城市、小城市都能为群众服务。作为一个演员，那是多演出、多服务，是很开心的事儿。是的，演员就怕不演出。这个呢，他就看一个东西，不是说从平面看，一会儿看高空，一会儿看下面，一会儿又看滑稽。虽然有很多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呀，可是中间又穿插着滑稽呢，让你呢能够缓解一下这种紧张的气氛。